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产品的使用说明。第一个，这两个手放在这里，不是给大家这样显示你的擒拿功夫的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这个产品，这两个手是放在这里是显示那个格斗意识的，就是打拳的时候挡一下，挡一拳，然后。 就是增加一下格斗意识，这样一般一弄它可能就坏，然后你可以起步攻击。